没准是后边的这个人，也不一定哈。什么都没有啊，太穷了吧。我一猜这四个人就得挺菜的，要不然不会躲这么远，你知道吧。我的队友捡了个空投，牛批呀！快点绕，扔雷，敲后边三个。可以，兄弟，死亡了。嗯，太强了吧，我就成了铁包了吗？哇，铁包还不好。哎，如果能统计就更好了。哎，那游戏呢？不是你吗？二十。我往右边拉一下，小心他，我可能不止一个。
吸引一下他注意力，我马上到了。坡顶上有一棵小树，能再接着开枪吗？我摸它近点了。没了没了。哇，跟这两个队友打的有点舒服，说实话，感觉有点会配合的样子。哇，吐了，这包让他俩舔的，赶赶又晶晶啊！哇！这包让他俩舔的，这家伙给啄的毛都没了。顶上那个包里有11瓶饮料，我没舔。去舔一舔，圈有点远，必须得舔。舔完抓紧走。我操！一下搂10瓶，我吐了！一共11瓶，他一下搂了10瓶。我的天哪！谁能想得到他一下子搂那么多呀？走吧，走吧，你俩开那个车。我以为他也就拿个6-7瓶，我再拿个2-3瓶，结果就剩了1瓶。不会吧，我马上出去了，别搞我。没有油了，这儿都被人搜了，这儿会是谁搜的呢？有车吗？没有车。上车，帮一枪。去这儿吧，等他俩用，我自己过去，万一有4个人我没了。我们去那个4号标吧，4号标如果有人咱打一波，没人咱守着就好。好像没人，这都没被搜过啊，全都是东西啊。
告诉他这有人。打他两枪，他识趣就走了，不识趣就跟他干。后边防区啊，就是三号标那打的单。我给这小子打撅那儿了啊，撅进钩子看。一二三四五，出现，一点都不按照我的想法走。看一下后边去，不投不过境可不行。这是不是有个人？是的，这确实是有个人，黑色的手。看看几百米，不用抬枪，抬一点。这边有一队，我们打的农夫三圈有一队。农夫三圈这队给打回去了，这边山坡子上有一队，两队在打，这边两队，这边一队，然后那个三圈一队，现在还剩三十多个人，我们剩三个人。这嘎子看不着，只能看到这儿。四号标那儿应该是四个人的，刚才咱们看着了四个哈，这个窗口俩，一个三级头，一个二级头，这个窗口俩，四个人。那大家小屋里边能待四个呢吗？真是带劲呐！能不能贴上一枪？我换个窗口看能不能打着他。露个毛边儿，打不着啊！不行啊，打不着啊，他就露一个边边啊。哇，这帮小子那还是圈儿，我为什么非要跟人家过不去呢？嘿嘿嘿，到底让我打倒了吧？不跟你对了，我来恶心这边的了。看不见，这边应该在那个战壕里呢。这又给挡住了。露头，露头，兄弟，别露肩膀，不想打。一二三，漏啊！没打到。五。一四五方向。喝可乐好不好喝？一瓶够吗？够了，谢谢四哥。第几步？不对了。打一枪血，那为什么那两枪没打进去呀？打铁栏杆上了，看这铁栏杆上翘黑。三圈是圈吗？三圈也是圈。哎呦，这三个点都有人啊。不过比起别人，我们还是挺安全的。
近点，近点，来人了，近点，来人了，我标点的四号标位置，来人了，小心点。四号标我确定，这个 SKS。这个、可太难，空投落了，三八五最大的乐器。这么来回扫一扫还是有好处的，这不就扫到了一个人吗？不着急，咱们现在动的话就得死，咱们只能贴着毒，等左边和右边的那两个防区的人动了，咱们一起动，要不然咱现在动的话就会被所有人打。去哪儿啊？现在这个窝坡，这来我这，来我这，来我这，这是个窝槽，这还不错。十方向还有人，往上边，死了死了，我打死了，来我这安全。树后还有一个，那个树那个死了吗？没死。一杀。最后一枪。一二三，出来。嗯，我那错面。出来错面了，让你赶那头出来了啊。树后死了。OK。还有二四五树后，还有二四五圈边，二四五圈边树后，我标点了。
就是245那一个了，术后那一个，兄弟们。你们绕一个，你们去右边，我在左边。绕不了，绕不了，绕不了，卡着就行。他不是圈，没有掩体。哇，大哥强啊！Never drops for days, still the people rage. Am I not insane? Can you stop and explain why these drops are so lame? Is money buying you fame? I'm fucking on, I'm killing it with this song. You haters can sing along or go back where you belong. Yeah,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giving up, moving on. Cause I took your girl to prom, she can't help but sing this song. Comes off till the lights go out, till my legs give out, can't shut my mouth till the smoke.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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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好好打，带他们仨射击。哦，哎呀，那人咋窜了一下子呢？你可太厉害了啊！你凭什么你会火箭推射器呀？你是不是 VIP 啊？你花钱了？你为什么会喷射啊，兄弟？他在我旁边仓库了。赶紧跑！放你旁边那个库，交给我。交给我，兄弟，够优秀。应该还有吗？有。不错。哎，没了，这俩全拿下，怎么样，兄弟们？这叫做对地形的掌控啊，对地形不是。山上有台小车来了，我的妈呀，这是啥意思啊？我他妹的人傻了，我人傻了，开始。我人傻了，为什么这有三个没有衣服的人来了呢？兄弟，你觉得我打的怎么样？给你抱住大腿了，我们抱住大腿了。这怎么来？这是我水友吧？我听到他们笑了。他们感到哈哈哈哈哈，被杀了不难过，是谁呀？打个一呗，这仨是水友应该。
这仨应该是水影，我在他们身边过的时候他们笑了，你听没听着，他们哈哈哈哈哈，他们还笑。我搜的绝对是咱们直播间的水友，真的。你走的那边是我搜的，城里还有人的，这三个人是一起的。给大家抽几个50块钱红包啊，你有想加入那个咱们粉丝团的兄弟们啊，可以送张办卡来参与一下，图个热闹，好吧，一张办卡啊，抽几个50的红包，过个任务，谢谢大家。嗯嗯，嗯嗯，这样式的，我还是想玩这个枪，我不想玩762的枪，就有的时候真耽误事，压不住。小心点啊，绝对还有人。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我看弹幕呢，我眼睛一回来看着个人，真的，你我鼠标刚才都撇了。这啥游戏呀？你整个画你放这干啥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搁这放个画你干啥呀？他妈这给我下一级了，都真的是，哎呦我服了！你搁这放个画干啥呀，大哥？吓死我了，我看弹幕一回来那边有个人，真的鼠标差点没撇了。吓死我了，我的天哪。兄弟们点一点啊，点一手点一手。给过下任务啊。这楼里有人，我楼里有人，过来帮我。几号？三。三号。我二楼有人，别动啊，别动，别动。我透，二楼，二楼，真的差点没让队友杀了。你妈烧了自己了，我操！冲不冲他？手雷，手雷，四号，这不倒了吗？哎，四号还挺身手，还挺矫健。我们小心一点，这屋里可能还有人啊！真的假的？我屋里快点！我的妈呀，真的，他们怎么这么阴啊？我的天哪，我以为没人了呢。他就在这旮旯子就不动。刚才不是说我是爹吗？现在怎么跟我抢起装备来了的？你们就这么对爹的，臭弟弟们！我是不是四号？我不是，他没问我要不要 M2，是我。刚才还说我是大腿呢，现在。刚才你还叫人家小甜甜。我要砸了。刚才还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啊？那个盒子还有这个大包。
刚才还管人家叫小甜甜呢，这回就叫我人家牛夫人啦。谁走了？我们溜吧。说吧，我这是在救人几车。刚才那仨人不是开车来的吗？咱开大车不就得了？没看见。那只有包给我扔俩包兄弟们。有个车，我去找找。谁要包？我要。哎，这有两个那个雪球。不要 M 二四。要打四排，我打连狙，因为能卡人头。打酸狙是生气呀！哎呀，干打就不误着啊！哎呀，你说你给他打倒了，人家感觉扭，你补了两枪腿，完了人家，哎，一手 F， 你难不难受？但是你连狙叭叭叭一顿嘴巴子，是不是都抽倒他？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四排大家别玩酸狙，没有用，真的就连狙，真的单排玩的酸狙。四台玩连狙，就连起来就快就完事儿了。二号有车吧？有车，下来了。走吧，咱们。兄弟们，抽三个五十红包啊，能折现的。现在这办卡6块钱抽一手啊，大家帮过下四天任务吧，谢谢兄弟们。谁需要给你扔个大包？有没有小药啊，兄弟？来我这儿，来我这儿拿，我这儿拿。谢谢兄弟。咱们直接进圈吧，去。我看看啊。一号表。行，走吧。走，上。开两个，三个都开，都开着吧，这样被打下来的几率小。感谢男神的7张办卡，谢谢兄弟们的办卡支持啊，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的办卡啊，感谢。这要打四排的话，这种小野区都可以卡，一手小甩尾。这屋里有98K M 四，兄弟们，门后有一个啊！我的天哪！我现在真的被阴出后遗症来了，我感觉所有地方都有人，真的，哦，真看着人了，那是个人不？我们头上有人啊，我标个点，三号标那小屋里一个啊，我看着他呢，跑出，跑了。就开始打了，
看不见了，跑哪儿去了？开车跑了，开车跑了。好的，两辆。那不对呀、啊，他没车呀。那不是，那有个人，两辆。哎，有人在，三号标那边有人呢，有个木头垛后面有一把。直接死！别撤！走了。多扩容吗，兄弟们？地面方向有人，不多不多。哎，还有人，刚才那个防区，刚才瞄的那个防区，三个人。啊。三号标刚才，三号标过来，55方向。55方向。一号表，被破三个。OK。右边好像也拉了。我拉回来。我在这儿帮他们架。右边的打不了他。哎呀，有队友真好啊！队友可以帮我爆点，帮我一起打。以后我们还是别打8个小时的单人四排了，好累呀、啊！咱们打6个小时单四，或者打5个小时单四，完了打会路人也挺有意思的。自从十级牌子掉下来了，四哥就没理过我。你说的好像你没掉我就理你似的。你得跟他们学学，发弹幕的时机很重要。你要跟我打架的时候发弹幕。肯定不能回你、啊、看不看呢、啊、你得赶我跟他们扯淡的时候发弹幕，这样就能看着。还差18张办卡，谢谢千念开通的游侠，感谢谢谢大家的办卡支持啊。还差10多张，给他抽爆了得了。出来了啊！下毒了，2号，出来吧。我这一直瞄我。没必要，走，兄弟们进圈，没必要，咱直接去3号标打靶。Let's go， 快，上车，走，兄弟们，真的相信我，咱们先去打靶，比这过瘾。一号，走了，兄弟，得有一个人开雪橇啊，那谁开雪橇？好，开吧 ，OK， 我开吧，你们三个吧，你们三个。咱直接去3号标那站住了，咱这把就有机会吃鸡的啊！加油，兄弟们！还行，这队队友听话，我好好打，带他们吃把鸡。没事，我标点的防区可能有人啊，咱得过去，可能会打一波。那前面就有车。看好周围啊，旁边大仓有人。好的，应该是我找到了我最爱的点了。完事儿，兄弟们，人车合一的最高境界，我是变形金刚。
末代当兵去了，还得好几年呢，那你们是看不着他了。变形金刚上身啊！一会儿来人，兄弟们，呱呱起站，就让他们知道谁是爹。就一人一个方位。OK。这边有一堆，这边有一堆，这边有一堆，现在26个、22个、22个，这儿，一会儿这个位置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三号标我脸前，好，我可以打。上面的山坡上面已经有人了，上面的山坡上面有一堆，这边有一堆，这边有一堆，这两队在打，上面的好像在打他们，先不能着急，先待着。静观其变，我们现在是无敌的，这挂都打不死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待着，他们得跑毒的，他们的安全区是这儿，正好是前面那个山。哎呀妈呀，不好找。五零那个山顶上。这个山有一堆，这边一堆。大仓这边是安全区，不过大仓里边不好。哎，大仓里边。里边不好，这边好。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前面的那个位置是最好的。这边的三号标的高山目前来说是最高的点，但是呢，他们一会儿得跑毒，所以说他们的位置还是一般。现在就缺俩扩容，就令我很尴尬。三四五，进点一个。三四五，两个。两枪。打呀！别让他们摸过来啊！要抢这坡，知道在这儿。我一会儿先卡上一点，被那个烟头给挡住了一枪，要么那枪应该也能中。坡上看到了一个，赶着拿个狙，赶着来回抽。这边摸下来，这边摸下来，卡着就行，打他们呢！你们不有围栏吗？打呀，打呀，打呀！到呀，再往下摸呀，绕。没事没事，能打就打，咱们这是圈中心啊，兄弟们，守住就完事了。只能一枪一枪闪着打，我甚至可以不打。我甚至可以不打吧，我标点的位置有个吉利佛，小心在你们左边啊，封烟了，你们仨人过来一个看左边，咱们周围都是人啊，不用爆点了，看着人直接打，摸近点再爆点 ，OK 吧？加油啊，好好打，我给你们看屁股，别多打，两三枪一收，啊，贪者必死，谁贪谁死啊！树林子里60，近点。一号，你这边两个啊！一号，你这边两个，最少两个。
一个，两个，好像是三个，左边还有一个。哎呦，应该是仨。这儿还有一个。好好好，不用都卡一边啊，哪边人多咱们帮一下就行。你们那是圈啊，不用动，我跟你们卡这个，我跟你们卡山上这队啊，他们应该都在圈外了，好好打啊。不贪，还真打倒了，没有奖。千万别贪啊，就打完就收，宁可不杀也不贪。他们都在圈外，一会儿全都是弟弟。不贪，就一箱一箱打。这还有人，还有十多秒了，守住兄弟们。这边死，右边，150。别压一号，兄弟，别膨胀，回来，别膨胀，别膨胀，听话。讲个东西，讲个。没烟，没啥没。别膨胀，千万别膨胀，稳一点。来，我这边一个，过来，我这边一个，山上的下来了，来人。三号标卡住，对，看着他们，打三打，这不吃鸡了吗，兄弟们？Never drops for days, still the people rage. Am I not insane? Can you stop and explain why these drops are so lame? Is money buying you fame? I'm fucking on, I'm killing it with this song. You haters can sing along or go back where you belong. Yeah,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giving up, moving on. Cause I took your girl to prom, she can't help but sing this song. Till the walls comes off, till the lights go out, till my legs give out, can't shut my mouth.Till the smoke clears out and my heart harass, I'ma rip this shit till my bones collapse. Till the roof comes off. Till 他平衡一点就好了，就是一局沙漠，一局艾伦格，就是百分百，你知道吧？或者一局沙漠，一局艾伦格，一局雪地，一局萨诺。到萨诺我们不玩，我们可以退。然后其他的就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每个玩一把就不会腻。这他喵的说是百分之多少，这把把是这玩意儿，气死人了。今天艾伦哥有两把，有个几把。哎，有人跟三号乱点 one by two， 他要死，跟我乱点，两个兄弟，我没人跟天赐乱点，他叫他不落点，他那位置直接把教堂楼顶占住，都白扯，其他人白扯。我只飞教堂楼顶，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人落点，我都绕那个落点，我都不用那什么。什么落点？那是肉点吗？皮皮啊？落，肉点。落。肉软是不是啊？好，别说话，让他打。好，看操作啊，兄弟。发皮直接灌雷的。我来了。
边。看不到他。我有车，我也去支援一下，我看有车。进旁边楼了。就这个二楼呢，可以丢雷往里边，有雷吗？我没雷。地上地上。你开枪打他，我丢雷。倒一个，倒一个二楼。来进。再靠近你们那边。上，我爆个闪。我进了啊，菜逼，就这，就这给我们乱点啊，就这，两个人不敢冲我一个人，总逼，他好歹打着我一枪啊，他怎么在这卡着门口，连一枪都没打到我呀？有把弹放你后面。我脚底下有把大炮，我好像近视了。我刚才上厕所尿尿的时候，看我们外边那个新天地超市那几个字我都看不清了。我们这里三个人这里搜的话，看不太清楚了。我要瞎了。进圈收还是怎么样？现在，后台有人要吗？没换大炮，我是不是因为一直看这个游戏里面的事儿啊？领不丁一看就那样。城里有人吗？老哥，有老多人了，城里边三队的有。我把你教堂没搜的搜一下啊。教堂我只搜了个教堂，其他地方随便搜。我把这个小房子搜一下。我这有点脑血栓。等他们。行了。我就38五五六，打不了。来来来，我跟你140，将近。咱俩也开车吧。教堂，皮皮，教堂截一下，要奔你去了。左边，停到车上了。哥们一下子就飞起来了啊！哎呦，笑死了！我直接懵了，这个逼。
死的吗？直死的，直接压飞了。尸体都给干飞了。太逗了。你就活下来这么一个人。嗯。不一定，没准他是逃兵呢。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个逃兵。太逗了。玩 M4 啊，唐哥。俺们是中距离拉直，梦底汉。我 M 四啊，不对，我 M Barry 七十米以内也可以将就着拉直。那可以，那可以。哎，我为啥不玩 Barry 呢？其实不是压不住，最主要是累挺，就他压枪幅度需要好大。干嘛？淹死我了！翻进去一个，翻进去两个。啊 ！Hello。我来了，你舔吧。我操，给我皮总头盔直接中没了。这直锁的这个皮。头打不，他应该不是锁，我夹眼了。他打我的是那个直锁。这么近的距离判断不出来，你这要我头飞了，夹一点没换到。我跟这个 B 一顿秦王绕柱啊，这家给这 B 绕的。不就一个胳膊，他妈的个 B 给我打成死。这有六瓶饮料地上。还他妈 hello 呢，这个傻逼。没有，那你说的那个傻逼是我，我 hello 的。我跟他 hello 的，你说的那个傻逼是我。这八六，快！电脑就有病，他妈直接冲我们，肯定有东西。七个点，走吧。走 ，Let's go。我先一步进圈啊！哎，我再来一台呗，咱们三台车。这圈好像得上山的，我再来一台。没事，他最后还是没打过来。我不敢跟他对呀，他老大 Barry， 我操，他杵我上边我就死了，我必须得绕啊，我必须得跟他绕柱走。妈，都十点多了呀，我这么快吗？今天这时间都哪儿了？哦，对，今天开播吧。你开播开得晚。那个更新好啊，那开什么播呀？那今天不得加点？加呗，那没毛病。后面的别欠，欠的啊，后面的。哦，哎呦，我拿个家。
车停。我打的那么准，然后跑。我撞的，我撞的，我撞的，撞的。啊，你这没有油了！我说怎么突然停车了呢？哎呦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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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装逼我操！气势拉直。车还在是吧？咱得走了。我留这台车的呀。可以。继续把车开上来。这又是城里的圈儿。这可咋打呀？得吧。我就不会打大E的圈儿，到处高楼里都是人，难打的一逼。你信我，这个圈不一定抓大E。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山边呗。啊，可以。那三标，那咱就咽炎都缺边打，我不会打，听你们的吧。那个下边有台车，咱得先把那台车开上来。转弯，迷信啊！那你俩去开车吧，我这把车开了。这小子想都没想就掉头了。小子上山了。没事，我上山接他去。又来人。哎，别下！这下会被打呀！别，慢点。不能上，不能！哎，死了，死了！死了吗？死了，死了！他妈的 F 直接自己掉下去了！自己，我就按了一下 F。哎，有人在攻他，我这两个。到身边了，我丢火的位置。啥？来的明明白白的给我，真的。哎。能不能再秀一点？我操！这个距离我直接给他秒了，这么远。是说的，我说你这操作能不能再秀一点？闪队友吗？必须的呀，待会儿你冲房的时候我扒一颗白。哎，还真不是城里边，真不是城。我说了不一定是，跟你讲吧。刚才我听到他们骂我挂逼了吧，真开心，得到了对手的肯定。这个圈我们不好打呀，这个圈多带点。先舔了几个？我呀，我是三雷三烟一闪。我就烟一雷一闪，真得多一点。这车可以当个掩体，完全没有。咱们先把红砖房打下来吧，怎么样？要不然咱就直接往这边扎，往回往一号边那边迂。我一号边大厂都能锤我们，你信不信？那就把大仓打下来。可是大仓已经有人了呀。你自己选择，我都行。油不够了，就停停这个车站。有人。
对一下发型，干嘛？太恐怖了，是吧？我操，比我还烂，比我还烂。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发型，发型有点乱。他拿啥掉？那这谢谢谢，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都谢他，都谢他。五十八都快过。要啥快过？妈的，非得砸你两枪。俺们是有快货跟没快货是两把枪，你知不知道？但是我不打他，不打 MC。 他打的是 M762， 就一标一标那个。怎么感觉还是 Barry 厉害啊？你这么近的话，那喷子比 Barry 还厉害。兄弟，你这么近的话，傻子都压得住啊。你这么近的话，当然 Barry 厉害了呀，但是你把距离拉开一点， Barry 就没 M4 厉害了呀。拉开就不行。你拉开我 M4 可以说十发能打你七发，但你十发也就打我三发，还得说准的情况下。就比如说这个对面铁板有人，我俩一起开枪，他指定比我先死。我们怎么说？先去这边三个，他们两个。我都没补上枪口吗？三枪好像停了。等圈说完吧。别急别急，等圈说。你没看对面那人拿个 Barry， 我不跟他打吗？我就跟他 pick， 他就打中我一枪，而他就差一枪死。他就跟他绕野区。哎，他 Barry， 那咱就不跟他使劲打，咱就 pick 他就得了。你慢慢打嘛。那我红呗，对不对？你来防我红，我就打你红呗，是吧？对。Barry 近战他就是比 M4 猛，这个不用想，两把枪射速一样，伤害就决定一切。 Barry 近战就是比 M4 屌。啊，城里还有人的，我们打完城里好像蓝五楼还有人的。仓库的人走了。野里面。虽然你刮归刮，枪枪中，对不对？你拿别的枪不怎么好打的这个距离。对，虽然是打不死，但是枪枪中，头甲都给打没。哎，枪枪中，对，就是枪枪中，头甲全被打没。哎，头甲全被打没。我到仓库里换个鞋，对，是不是？哈哈一顿逼逼来了，一枪就招倒了。我操，这个圈咋不好打呀？打个架，打个架，打个架，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得摸圆盘吧。对，摸。摸它。不，等一下，等我找个头盔兄弟。你先找，我俩先往前摸了。时间上面有点来不及了。我跟你们一起去。红砖房好像还有。红砖房有，这个 SKS 就红砖房。他们这仨人，大摸 SKS M24，
边好像有人。刚才有，把他漏了。那飞机在这。还有一个在这边扬盘了，我觉得打两枪，没倒吗？那片死完死完，这傻逼跳外头。弹幕拿一下子，刚好跳我枪口去，赶紧我把三级头拿一下，应该坏了。29点，还行。弹幕，我来，我爽一把，好吧？爽爽爽，快点！咱有车吗？他们右边的死完了，咱有没有车呀？我没开车来呀。哎，都在马路上跑呢，快打！快打汤哥，快快快，都在马路上跑呢。后边的炒垛子，下面坡底下炒垛子。我下去了，我不在上面，我下去了。我前面厕所和右边山坡上是全，那我先去右边山坡了啊。最后这边一个独立圆滚。拴他，皮总。没人打的侧面。三打一打一。那边有一个，有一个跑，在跑。那边倒了，那边死了。那个呢？那个在三号标是吧？三边中间，对对对，近边。膨胀一点，膨胀一点，兄弟们，膨胀，一定要膨胀啊！就剩一个了，刀他去，皮总，啊，刀他去。我那平，你给我拍他啊！我去拍他了，兄弟。你到底啊，天赐？不是，我当时这么说，可以膨胀，但不能像继承哥。你现在要像继承哥了。我拿，给我拍了。不行，我根本就看不见。别拍了，稳稳的幸福吧。稳稳的幸福，我们把他杀了吧，是这意思吧？对。埋在烟里，我给他埋烟里。我给他埋。这小子要是显卡差一点，估计卡死了都。两枪，这有多少烟了？你看一下，这有多少烟了？我操！这老卡了，老卡了，这哥们儿老卡了，老卡了，老卡了，卡裂了。哎。对嘛，皮总打得膨胀一点。你看这上城区、下城区都没几队呀、啊，哩哩啦啦的就那么点人。有人，有一队。有人跟我抢海景房。
刚才那个小黄，我差点出事。差点就再见了。我旁边是你对吧？你楼里有人吗？没有。好嘞。我们这就落地。我差点出事，那个人捡着手枪了，他那个沙鹰打我两下就死，我打了他五枪，吓死了。一共几个人啊？我只看到了两个。两个。我这楼里好像有一个。你这楼里好像有一个是吧？我听到脚步。好，我来帮你啊。啊，肯定有一个。可能是个人机。不会。不会。有两个人呢。不会，有人的了。你小心点。我听到脚步了，停停停。大包你拿，我有大包了。我这个背包怎么渲染不出来呀？我这背包怎么渲染不出来东西啊？哇，好丑！快破！哇，这个背包像那个，这这，像那个一张纸一样，太磕碜，好像化了，是不是天都太热的事儿啊？包都化了，水上有人的，咱这就跳两个吗？就两个，应该是。那还是小心一点吧，稳扎稳打。搞不好有人盯着。对呗，他们有人跳伞谁慢，就是为了就故意，对，故意看你在哪儿。他就是看你在哪儿，然后跳你旁边阴你，你知不知道？我总能碰着那样的，我的天，吓死人了！哎呀，好卡！我站起来了，我这把八倍大炮，满配 M4， 我起来了，我是嗷嗷起来了，对吧？可肥了，耶、yeah, ，舒适。这个包好丑哦！学校跳人没有？等一下，只看屁股后了。我也没看。学校肯定有。M762，有有有，学区房有。M762这屋里有扩容啊。这厕所里M762，扩容在大厅。大炮大炮二楼，我这个屋直接 M762加大炮，这个屋是个满配屋。我来了。你来个屁了，十一波就赶到屋里呢，你来了。他就赶到屋里了。你选个762呗。那我哎，那个762我不要。我把大炮给你。哎对对对，哎 ，thank you thank you，yes。给你个。不知道谁之前跟我说，哎呀，得玩 SKS。哎，这我这么多大炮，你们不得给我办张卡呀？啊，这一个屋一把大炮标点了啊！谁拿了我的大炮交点警啊？心里边有点数啊！这我托关系找蓝洞托关系给咱刷的这么多大炮，走关系不得送礼啊？那不都得是钱吗？是吧，兄弟们？这局还挺贼嘛，感觉。哎呀，就大烧火棍呢啊！大烧火棍有人要吗？
快扩，烧火棍这屋里有快扩，我这把真的是，你们要不就跟着我搜吧，我搜哪个屋你们进哪个屋就完了。我拿个烧火棍吧。不是，为啥我进这屋里这么肥呀？完了，菠萝山效果出来了啊，周围物资提升100%，开起来了。跟住我啊，我搜哪你们搜哪。楼上两个三级包。好，我又来了。我在楼下就啥都没有，他上楼跟着我就完事了。 M4 你就因为你把一楼收了，要不一楼本应该有俩三级架。我这把太肥了，我的天哪，我满配了，走吧，干吧。啊，这把咱直接不赌这了吧，咱就去四合院赌呗。走走走兄弟们，走走走，这几个小人头咱们不稀罕。来，这有车。水城是跳人的。哎呀，那可能会被卡呀。没事，他干完就。喝的时候水城是有的。干完就干他。学校还在打，咱走。没事，他干完就干他。水城有人，他们肯定得先开枪。咱们要是真打不过的话，是一摁 F 四杀，让对面一脸懵逼。跳啥？不是，这个吉普车是最好扫的吉普了，它没有棚。等会儿我看还有没有车了。干吧，兄弟们！我打个样。你们不打药啊，这可能是我们这局最后一次吃饮料了。天仙老哥直接往自己肾上怼了一手限速啊。那必须，我可能是全队的希望了呀。说啥呢，有我呢。这个年轻人啊啊，我年轻人啊，算了，还是去四合院吧，稳一点。我想在这赌桥来着，后来想算了吧。看一下二楼有没有像那刮的探出来，我没看到，门是开的。我近点的这个楼的门是关着的，感觉这里边有人呐。黄楼，黄楼，黄楼，黄白楼，丢点东西。啊啊啊啊！后山，后山有人救我，你大爷的！你还压下来了，真的。你真是作死，真的。哎，小七，这个币有问题。小七，小七，别压剑仙老哥，这个币不对。是不是？他都没瞄我，直接就开枪那种，他压下来了。他挂了。点他，点他，点他，大残。炸到了！倒倒倒倒倒！哇塞，
这小子开起来了，你知道吧？哎，不对，我又被打了，这什么玩意？这是原点打的，没事，该拉拉。你瞅这个 ID， 看，都成寒心了。打个外服，打个匹配还开挂，干啥呀，兄弟？不至于吧？点了两枪，我接着拿狙点好。二杀，这也扫了两三枪。我刚才看着个红，我爸呢？咱这波堵了个寂寞，哈哈哈哈哈哈，还行，杀了个挂机还可以。还可以，杀了个挂机。二十方向三场。走了，上车。我直接扎中心点了啊，中心点还没地方去，我看情况开了啊。右手有人。他们挨打，打哪儿了？打哪儿说话啊！我卡后面，你们卡前面。哪有人就说话，把嘴张开说话啊！咱有语，咱有歪歪啊！别闷头自己打，这不是单排。嗯，咱下边那队被别人也给夹住了啊，然后咱左边有个车不是打我们来着吗？那个狙。
小心点那个军，他有车，应该不会过来了。看一下毒边就行了。毒里还有人干着呢，我的天哪！防区没动静啊？防区应该是没人的，有人应该干我们了。去哪儿呢？这个圈不好打，这个圈全是树林的，只能卡着圈。要不咱还这么的吧，咱还去这儿，去一号标，怎么样？走走走，走呗。还真有人，但是不打我们的。厕所有台车，我们前面厕所 ，N 方向的厕所。有 C 四吗？贴一下子。没捡到。七十五。把车开过来，把车开过来。车他们应该打不到。打不到就好。75/80高点。我怕这个厕所的人突然冲出来呀。这个厕所也挺好的，但是太中心点了。有人顶过来了啊！跟我一个呗。鸦片。帮我盯一下厕所呀！我贼怕那个厕所出来个人。打了两枪，厕所有没有人不知道呢？他放的烟吗？撩撩吧，撩了挺好的，说实话，要不影响我们。屁股后边直接拉就行。我们在打双排吗？你俩为啥一枪不开啊？为啥人家一直在开枪，我们四打二，结果我倒了之后就没有枪声了。你们不对枪拿狙干啥呀？拿冲锋枪多好啊！拉一下过来，我俩都倒了。对枪呀，别我一倒你们什么都不干啊！咱打四排的吧，兄弟们。怎么我一倒了没有枪声了呀？这是个人机呀！我这个人机要补人，太恐怖了。他打个四排，我一倒完事了呗，就等于。两辆车都绕了，从靶场绕了，应该绕到右边山上了。就我一倒完事了，没枪声了，我操！这给我压力整挺大呀。
打死那包那儿。他们好像要去标点的厕所。三个啊。敲后边一个，打三枪，厕所里就打了一枪。我看一下圈啊，不好打呀。那车还在不在了？车应该在了吧，但那边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山上。车有点冒烟了，好像开不了。接不了你俩，接你俩就炸了。你俩扑烟过？他俩看不看着我？他们？没有，反正一直打我。看到我了。完了，上来。四号点还有一个，后边石头挡枪，石头打了两枪，有枪是头啊。死了吗？这人死了，吉利夫死了。我发现你们是没开麦还是咋的？为啥不说话呢？我真是烦啊！说话呀，打死了，求求你们了，沟通啊，打死了也不说话，那有人也不说话。310，有人，拉不了，别拉。就是不说话。
还有五个人，右边厕所后面打倒一个，厕所里可能还有一个。这位置先待，咱应该可以待。放放这个石头两个，现在我的卡右边，你们打那放放就行。啊，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等一下了啊。打不了了。我这上面石头好像有一个。他们是个满编队，往我下边去，往我下边去，去我下边，去我下边，去我下边站一排，这么打。树后一个，牛皮，这四个人有点飘啊，他们拿啥往上压呀？多沟通啊，你们不是有麦吗？一打就不说话，真是烦啊。对对对，我们要确保每张图都有熟练度。你像这个总也不打，我们连跳伞的速度都比别人慢。虽然不是很喜欢打，但是还是要打。有雷吗？靠近四个人，行，这没炸着吗？还有雷吗？龙哥，接着就还能炸到。我需要个防弹衣。有防弹衣吗？不行，这么卡点会出问题，没有防弹衣。你没开麦了吗？
们对面右边的楼顶打了枪头。底下来了，一枪来了，一枪来了。给你那，给你那块，你去夹子。快完事了吧？要来雷了。龙哥，我你知道什么吗？我以为是你在这跳呢，龙哥。我一回头没有对标，你知道吧？我们两个好像把人全在这阴死了。你好像又没开麦了，就是那个枪驳。哦，我没开麦。我们两个在这好像把人全阴死了。别着急，我跟你说，我还有空投枪呢。哦。太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再阴一会儿了，现在还是二十，乐是乐个人，还是乐是乐个。不是，我老怂了，打的我没有防弹衣，你知道吧？整两枪就死了，我到现在都没有防弹衣。这不是这边有一件，你爬过来把防弹衣拿了。哪儿呢？哦，那边那边没看着。我也是醉了，谢谢于老头的大飞机啊。我也是醉了呀。哎，我发现了一个好点，四哥。哪里啊？你说这个顶上，要点这个顶上是不是打着上面干打呀？就躲在小窗口啊。是啊，我之前就，但是那边吧杀不到啥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龙哥？就能打倒，但是吧，这的围墙一趴你就补不掉。啊？没死完呢啊！来了啊！小李下听到脚步了。有人信吗？不打不打空投？不打。他们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了，不打等会儿就打不了了。这小图说，哎，没事没事没事，不行就不要，那他舔包啊。这小子，哎，龙哥，你咋出声了？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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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有同行，哎呦，鼻屎少年，哎，来了来了，龙哥来整他。后来了，我想跑到对面那个角趴下。你
你去吗？那行。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能卡楼梯。好。对面右边。这房里上来人了。一楼来了。他把我们脚底下的这个炸了。这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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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对的这两个。剩十六个了，我咋了？我打空投了啊！不打吧，打吧，打吧。你杀几个，龙哥？咱们杀了九。我杀三个。你说还会来人吗？药太少了，我把底下的包舔一下。我两个大包。我跳到对面去舔对面的包啊！找你，攀爬，身法拉满，啊！哇，全是快货，快来舔包，全是快货。手榴弹，手榴弹，谁放的呀？不是我。又来人了。又来人了啊，兄弟们，自闭城是真好玩，是真好玩。如果这个地方会玩了，你会爱上自闭城。你爱我还是他？让我先爬一会儿啊。有没有大 berry 啊？我脚点来了啊！那能攀爬吗，兄弟？哎呦，完了，那溜不上了。高房子来人了，子哥躲着点。我再躲。不人了。别人城外的进来了，我一个空投把城外的打进来了。我后面还有一个龙哥，那个蓝房，标点蓝房。OK。你差几个了，龙哥？这边三个啊，这边三个，这个高点和这个斜坡，斜坡的我补了一个，有一个没补掉。杀十二个了，我们不走了吧，龙哥，跟他们干了，空投不要了。哎呦我158提前枪，真牛逼！那边你能顶得住吗，龙哥？顶得住。啊，这能打到我？这高点把我狙了一枪，被底下偷了。
来不及，来不及，刺客。你卡好你的。回去扶人了，这个逼。上去了。怎么的？怎么的？哎、杀人、哎！空投呢？你看哦，出现空投呢？不是、啊，空啥好像都白扯了，但是我得捡呢，龙哥。我操，12个大包开局，龙哥。自闭城打完胜，龙哥打完剩七个人。自闭城打完剩七个人，兄弟们，太牛逼了，龙哥，自闭城完事剩七个了。哎，这个人包里还有大包，够了，我还有十一个呢，是三个大包可以吗，龙哥？可以。这个圈的窄边，感觉能进去。我试一下。哎呦，有人等我的啊！能找到，这好像能找辆车。不是，打完剩七个人，是我没有想。